好，我们来讨论这个阿基米的原理啊。阿基米的原理是浮力原理。浮力原理他怎么讲呢？他说一个物体啊，在液体里面呢，液体的密度假设是 ρ 好，那么物体哈，它的体积哈，假设是 V 好，那么这个液体呢，这个物体啊，物体所受液体的浮力哈，是等于多少？等于液体哈，等于物体排开液体的那个的重量，我就是说浮力等于多少？浮力是等于那个物体的体积，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就是物体的体积，物体的体积哈，它乘以多少呢？乘以那个，这个液，排开液体的重量乘以 ρ。这是排开液体的质量，再乘以乘以 g 啊，所以呢，它的浮力哈是等于 ρVg， 这个我们叫阿基米的原理。那阿基米的原理的话哈，这怎么来的？我们现在证明，就我们刚刚哈由刚刚证明的定理，我们晓得哈这两点的压力差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德塔 P 啊。德塔 P 是等大，这液体哈作用在呢，这物体上面的上压力 PV 嘛哈 ，PV 啊减掉呢 PA 嘛，这个啊这个是等于 ρg 呢 h 啊，假设这物体的话呢是一个圆柱形的啊，或者是那个长方体也可以 ，ρh 啊，好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是等于 PV。PV 的话就是 F 号 V 除以 A， 这 PA 啊，它减掉哈 F A 除以 A， 这样子。好，那我把 A 的话呢乘过来，就得到那个 FB 减掉 FA 啊。啊，等于多少呢？我把 A 乘过来。A 乘以 H 就是体积 V 啊 ，ρgV 啊，这个实际上就是浮力啊。为什么这个叫浮力？浮力就是液体作用在物体上面的力嘛。现在液体作用在上面的力的话，有什么？有上面压下来的力嘛，还有下面呢撑上去的力啊，还有旁边的力啊。不过旁边的力的话都两两抵消嘛，旁边的力都两两抵消。所以呢，物体哈，液体作用在这物体上面的合力，就只有上面的力，上面压下的力，跟下面支撑去的力。上面支撑上去的力哈是 FB 嘛，下面支撑上去的力是 FB 啊，上面压下的力是 FA 嘛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作用在物体上面的力，这就是浮力，浮力 B。所以浮力 B 哈是等于 ρVg。